是许多夫妻和情侣放闪的日子，就连今年刚新婚的吴珊如也不例外。她首度抛出跟老公的正脸约会合照，瞬间引起网上热烈讨论。她在文中写下，这天算是捡到小快乐小开心，对比前阵子又隔离又狂烈又确诊，无奈自己真的是疫情吃全餐。她和老公一起享受美食，最后说道，总该交代一下，第一张难得啊，毕竟今日520跟风一次不为过吧。最后还说要听杨丞琳的只想爱你，新婚夫妻甜蜜蜜指数100分。其实 Sandy 虽然常在网上跟大家分享生活，但除了当时认爱还有结婚时曾晒出王先生的照片，其余时间都是相当低调。这次罕见放闪，网友也惊呼老公根本是颜值天花板，好像男团偶像哦。520被闪到整个画面都是白的，真的是太羡慕。除了有合照之外， Sandy 在拍食物时老公也调皮的在旁边比耶，最后还加码一张王先生背影照，两个人真的是走到哪里都是甜甜蜜蜜。